大家睇真啲，係咪薄到真係唔多角咧 ？QiR 無線充電技術，15分鐘已經可以充到11%，啱曬咧，中意靚仔嘅女士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Outdoor Living 同 Wild Living 嘅店長，我叫飛機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咧，就係我手頭上面呢個快靚正回運尿袋。店長，你嘅產品喺邊度啊？嗱，就喺呢度啊！大家睇真啲，係咪薄到真係唔多角咧？應該咧係飛機店長介紹過嘅尿袋入邊咧最薄嘅一個。點解咧？我話佢又快、靚又正咧。快咧，佢用咗咧最新嘅 QiR 無線充電技術。以前咧用開 iPhone， 除咗你用原裝 MagSafe 可以用到15伏之外咧，其他全部嘅尿袋啊、充電器咧，你都只可以用到7.5伏嘅啫。但係咧用咗最新嘅 QiR 制式咧就唔同啦，佢就可以用到15伏，速度係提升咗1倍咁多嘅。幾靚仔！哇，飛機店長個樣擺側邊都只不過可以做一塊綠葉咋，成個玻璃面啦，側邊咧用咗個銀色電導邊，再加上咧總共有6種唔同顏色，啱曬咧中意靚仔嘅女士啦。嗰次見到阿女睇嘅 Mira， 我都問佢靚仔咪大曬，係啊，靚仔大曬噶。咁呢個尿袋咧真係啱曬大家啦，快靚，仲有咩咁正咧？就係佢夠輕便啦，7.2mm 冇花冇架，佢袋起上嚟非常方便啊。男士可能袋恤衫袋啊，袋落褲袋咧，完全唔覺佢嘅存在，一路跑步咧都冇問題。重量方面咧，110g，iPhone Pro Max 220g， 兩個尿袋咧先等於一部電話咁重嘅喎。當你咧黐埋咗落你嘅手機度，哇！嗰種貼服同埋舒服嘅感覺咧，唔可以示範咁清晰脱俗嘅感覺。咁佢容量咧就有5000mAh 啦，店長5000邊夠用啊？嗱，攞嚟續命咧係非常之夠嘅。我尋晚啱啱咧就有一個親身經歷，就係臨收工嘅時候咧，有啲 friend 話：喂，飛機出嚟食個宵夜嚟啊！咁我部電話原先諗住翻到屋企咧仲有剩啦電，點不知咧突然間又要出多幾個鐘頭啊！結果咧我測試過咧，成個尿袋嘅容量咧可以差到我部 iPhone 14 Pro Max 咧64%-65% 左緊。22點啦，出去食宵夜嘅時候得翻24%，喂有啲驚啦。11點鬆啲嘅時候咧已經去到77% 啦，就可以非常之安心咧，繼續同啲 friend 吹水啦。我亦都咧試過佢個速度啊，佢原先咧係38% 啦，充咗15分鐘之後咧就變咗49%，即係15分鐘咧已經可以充到11% 啦。除咗無線充電位之外咧，佢下低咧仲有一個 Type C in out 充電，又係用佢充人哋咧亦都得。首先我先攞部 Android 電話幫佢充電先啦，再用一條 USB Type C 駁落個尿袋度，同時間咧幫另一部 iPhone 充電嘅，兩部機同一時間喺度充緊。咁你亦都可以咧擺埋部電話上去，呢條 cable 咧就幫個尿袋充緊電啦，個尿袋咧又幫個手機咧充緊電啦。佢仲有即時充電嘅功能，就係咧你任何時間將個手機只要擺埋去，完全唔需要撳掣，佢就會即刻幫你手機充電噶啦。側邊呢個位咧都仲有一粒掣嘅，純粹幫你撳一撳睇下個電量嘅啫。4粒白色點咧即係滿電，最尾紅色嗰點咧即係話佢而家用無線咧幫手機充緊電咁嘅意思嘅啫。咁我哋賣緊咧全部咧都係香港行貨，有1年保養。喂，店長5000mAh 真係唔係好夠成日用噶？冇錯，如果你好似去旅行咁樣要用足成日幫幾部電話充電咧，真係唔夠嘅。但如果好似飛機店長咁，想袋住一個尿袋喺身，有咩事可以充到90% 咧？呢個咧真係最薄、最輕、最輕便嘅選擇啦。希望大家用咗呢個快靚正續命尿袋之後咧，俾啲 friend 急 call 出去食宵夜，或者隨手攞出嚟同你靚女搭訕也好，都一樣咁輕鬆、咁方便啦。希望大家中意飛機店長都推介啦。喂，咪住，記得 download 我哋手機 Apps 同埋加入我哋 WhatsApp Group， 入邊有曬我哋最新優惠同埋最新推介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